欢迎大家来到欧瑞博智能家居体验厅。欧瑞博是一家专注物联网技术、创造智能家居解决方案的创新型企业。我们一直致力于为人们创造一个智能化、舒适的居住环境。在接下来的体验厅里，我将为大家介绍包括智能照明、智能安防、智能家电控制等智能化家居生活场景。映入眼帘的是入户大门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大门的门锁具有五合一的功能，除了指纹、刷卡、密码、钥匙之外，还能进行联网授权码开锁。主人不在家又需要有人进家门的时候，就可以通过发送手机授权码的方式临时开门。打开大门走入玄关，人体红外感应器感知到人的进入，自动开启玄关顶灯，给工作了一天的您带来一丝家的温暖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可以在玄关定义更多情景模式，比如在我们换鞋的时候可以一键开启回家模式。一键回家模式开启后，客厅灯光自动亮起，窗帘拉开，甚至窗户也被缓缓推开了。智能化的生活首先带给我们的就是便捷、舒心。客厅是全家人在一起时间最长的地方，喝茶、聊天、看电视都会在客厅。不同的场景需要有不同的氛围，我们可以根据场景的变换设置不一样的联动模式。需要影音娱乐的时候，一键启动电影模式，窗帘自动关闭，灯光也变换出最合适的颜色。最重要的是，电视机也会自动开启，让您不用再为找遥控器而烦恼。当要跟客人畅谈的时候，一键启动会客模式，整个客厅氛围更加清亮起来，让我们的沟通更加愉悦。家里的各种场景联动都可以通过墙上的开关面板来实现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可以通过手机、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来控制，启动智家365 APP， 实现所有家电设备的远程控制、定时开关，设备运作情况也实现双向反馈，真正做到更便捷、更节能、更省心。我们可以通过智家365实现空调的开关、温度调节、空调模式实时切换。再比如对客厅彩灯的控制，智家365实现彩灯不同颜色的变换，让我们的居家场景随着心情的变化而变化，这也更符合我们年轻人的生活情趣。我们在厨房里安装了多种传感器，比如燃气报警器、烟雾报警器、水浸报警器、一氧化碳报警器，当遇到异常的时候，报警器会立即报警并联动推开窗户，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时候更有一份安全的保障。走入卧室，我们也可以设置不同的场景模式进行联动控制。入睡时一键关闭不需要的电器，进入甜美梦乡。欧瑞博智能家居特有起床模式，只需定时开启起床模式，窗帘便会自动打开一道缝隙，当清晨的亮光洒在床头的时候，您美好的一天又要开始了。再也不会因听不到闹铃而迟到，再也不会因窗帘太厚而不知白天黑夜了。清晨即起，在我们洗漱的时候，昨晚的睡眠情况已经通过智能睡袋上传到浴室的智能魔镜中了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联动了更多的设备，如体重、血脂、心率等等，另有更多信息可以在这个魔镜中呈现出来，让新的一天我们更有活力。我们在家里的各个地方都安装了安防设备，比如门口的摄像头、玄关和客厅的人体红外感应器、门口的门磁、客厅的摄像头，组成了一张联动的安防网络，让我们的家居生活更加安全，无后顾之忧。要实现以上所有智慧化场景，其实很简单，用以下设备就够了。智能主机是智能家居的大脑，联动控制开关、安防、灯光、影音等设备是智慧化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。开关系列产品：极光系列、白金系列、极月系列，可实现智能照明。家电控制系列产品可实现智能家电控制。智能遥控器可实现智能影音。门窗控制系列产品可实现智能门窗控制。安防系列产品组成了完整的家居安防网络。
这就是欧瑞博智能家居体验厅，感谢您的体验，再见。